别动。许德成。许德成。许德成，你没事吧？许德成，你再不说话，我可进去了。不行，那个，你能不能帮我去买个东西啊？买什么呀？就是那个东西。先生，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？没事儿，我就随便看看。你肯定是帮你女朋友买卫生巾。这有什么好害羞的？请问你要什么牌子的？我也忘了，你有什么好推荐吗？推荐你这款超薄瞬吸，还有。行了行了行了。每个都来一个吧，谢谢啊。你刚才没有被人认出来吧？你说呢？对不起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喂，到哪儿了？人马上就到了。我现在这边有事，先不过去了。你想个法子圆一下吧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说不来就不来了？行了，别说了，我先挂了。喂，气死我了！我是不是耽误你事儿了？没事儿，你好好躺着睡一会儿，醒了叫我。谢谢啊，别动。还疼吗？感觉舒服多了。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吧。你会做什么呀？我。江南，是我。你要是不开门。我就一直等下去。这么晚了，是谁啊？包瑞。对了，橙子，你还疼吗？不疼了。你上去休息会儿吧，睡会儿觉啊。我都睡了好一会儿了。哎，听我的，快上去。快上去吧。你来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最近不用拍戏吗？我在休假。你来到底有什么事儿？我知道你今天发那张照片，就是为了要和我撇清关系，让我死心。但是你越这样做，不就只能证明你心里还有我吗？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？我真的很爱你。你想多了，请回吧。顾佳怡，我们两个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请你出去。你和他并没有住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喜欢许多成，你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，从你离开的那天起，就已经断得干干净净了。你还在恨我？可是这样，不就只能证明心里还有爱吗？我和梁哲已经彻底结束了，我不用再被他摆布了。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，你还想要怎么样？是，我想要的都已经得到了，可是我这里却空了出来。这个位置，一直都是为你留着的。
我可以帮你翻红，我帮你去争取机会，让你像以前那样唱歌，不好吗？我真的有点看不清你。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没有别的事，赶紧走吧。你喜欢他什么？只要你说出来，让我死心。好。许多成想要的，只是简单的生活。他只希望过好每一天。他从来不追名逐利，也不觊觎金钱。他真心实意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位朋友，从来不会利用任何人。他简单、纯真，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无奇的女孩，让我一次又一次心动。你说的，不就是当年的我吗？他跟你不一样。佳怡，你现在是当红艺人，老是半夜三更的来找我们家老姜，我很难做呀。江南，以前我错过你，是我一直的遗憾。以后，我不会再错过你了。咦，你今晚不去赴约，就是因为顾佳怡啊？没有，她刚来，晚饭那会儿，许多成来大姨妈了，肚子疼得不行。那她现在呢？楼上呢？她没听见吗？她应该没听见吧。左宗，吃啊！不是你说你对得起我吗？啊，放了我的鸽子，我还得给你带宵夜。感恩你这颗老母亲的心，行了吧？我怎么一天不见你？你们俩人这进展这么迅猛呢？少跟我在这八卦！你来不是给我送饭来的吧？那肯定不是。哎，今晚不是要跟制片人陈东聊你跨界演戏的事吗？但是您没去呀。幸亏哥们儿我急中生智把这事儿圆了过去，不过呀，他们对咱的可乐鸡翅颇为赞赏，哎，并且要求他把这个歌作为他们下个项目的主题曲，哎，并且要求咱们下周去景城拍摄 MV， 请你担任男主角。真的？太好了，多新鲜啊！你也不看谁出马。不过我现在觉得呀，许多成真有可能是你的灵感源泉。早知道橙子这么有魅力的话，我早就应该在茫茫人海之中把他给找出来。哎，等等，你刚刚说去哪儿拍？景城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许多橙之前跟她闺蜜说要去旅游，说的也是去景城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她去吗？我去。你在啊？嗯。你一直都在。嗯。哦，包大人，我去了都需要做些什么呀？哦，嗨，是这样，橙子，你看你来了咱们工作室以后，一直也没给你派什么活，这次老姜的新歌可是准备拍 MV， 能不能做他的贴身助理？什么叫贴身助理？没问题。加班费你说了算，谢谢吧大人。不客气。什么情况？他刚才听见了吗？听见什么？啊，他只希望过好每一天。他简单、纯真，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无奇的女孩，让我一次又一次心动。